好啦，起步跳就最快咧，中多咁樣玩，見到係白色冇嘅金槍霸啦，開面就係黑色冇嘅靚到爆。起步慢少少，紅色冇上第三位係航海之王啊，黃色冇不過暫時墊後咧，就大合金嚟嘅佢哋放頭馬都係成六七個馬位康嘅嚇。啱啱過咗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前面單騎放令好快，放到阿金槍霸啦，守住第二位就靚到霸嚟嘅，再嚟四五個馬位先到，一路騎緊咧就航、是、海之王啊。 搭金日仲喺巴尾位置，冇得進展嘅啊！好啦，轉翻入最後直路啦，仲有四百米路程啊，到終點嘅放得好快呢比如金槍八咧，守住咧第二位，就都見到冇乜點位置變改，靚到爆啦！三四位裏邊落龍一路推騎緊呢就係航海之王巴世咪就係搭金，日拖翻慢嘅啊！好啦，咁入到嚟八零米位置咧，範圍咧就仲係佔先咧，四五九嗰啲金槍八都錦翻住噶啦，守住第二位咧，仲係嗰班咧靚到爆嚟嘅過終點。 赢第一组四集呢，就是金枪霸啊，金枪霸赢第一组四集，咁啊跑第二名呢，就系后上嘅航海之王，第三名就系靓到爆，第四名就系达金。